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睡得好饱哦，睡饱了，那要不要来吃点下午茶点心呢？好啊好啊，妈妈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梦到我在吃 cheese 蛋糕哎，这样啊，那妈妈来做 cheese 蛋糕给你吃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没问题的。我来问问看 Zambo。好。Hey Zambo， 我要看食谱。好。好多菜色哦，有想要什么菜色吗？黄金乳酪蛋糕。黄金乳酪蛋糕需要我把内容念出来吗？好。预备食材：乳酪蛋黄糊、奶油乳酪、牛奶、无盐奶油、玉米粉、低筋面粉、蛋黄、湿性发泡蛋白霜。哦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这样妈妈就知道怎么样做出好吃的 cheese 蛋糕哦。耶，我有 cheese 蛋糕可以吃了耶。好，那你在这里玩一下，妈妈马上变出来哦。好，妈妈我等你哦，加油。妈妈加油。妈妈，妈妈对我们真好。爷爷，我在写功课哎，小声一点啦。谢谢爷爷。爷爷，姐姐。哦，妹妹啊，对。姐姐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嗯，我在写功课啊，今天功课好多。姐姐，你不要写了，念故事给我听。嗯，妹妹。这个故事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可是你没有说完，你赶快念给我听啦。可是我的功课啊，我知道了，爷爷叫爷爷说给你听。哎，对啊，不然爷爷现在没有事，我爷爷念故事给你听，姐姐写作业。对啊对啊，去找爷爷。我不要，爷爷每次说故事我都会想睡觉哎。爷爷保证，这一次呢会讲得很好玩，很有趣，让你不会想睡觉。真的吗？好，爷爷，我相信你哦，谢谢你。好，那就爷爷说故事时间。好。妈妈拿出了一只小熊熊，说：“你带它就要去上学了。”哦，说到熊熊啊，爷爷就想到呢，台湾黑熊，它胸前呢有一个 V 的斑纹，而且呢，台湾黑熊是台湾的特有种。虽然它体型呢比美国的这些熊啊还要再小一点，但是呢它一天的食量还是可以吃到5到8公斤这么多的食物哦。还有还有还有，遇到熊的时候呢，千万不可以装死或者是爬到树上去，因为熊呢是爬树高手，所以遇到熊的正确方式呢应该是要慢慢的慢慢的离开。而且精彩的来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啊，妹妹，姐姐啊，怎么睡着了？最精彩的还没讲到呢。怎么了？好呀，爷爷，我就说你念故事我会睡着吧。姐姐，你看我刚刚又睡着了啦。爷爷。啊，那爷爷再念一次，这次应该会变得更生动，好不好？可是爷爷，你每次都说你自己的事情。那这是我说奶奶的事情。你要说安安的小熊熊。啊，要说故事书。对。来来来，大家来吃蛋糕。哇，吃蛋糕好嘞，好香哦。是。爷爷，这可是妈妈是刚烤好的呢，热腾腾，一定很好吃。而且它的颜色超漂亮的。对。好棒哦。来，一人一块。哇。哦。
爷爷啊，你刚刚说的故事一点都不有趣，上次的比较好玩耶。啊，真的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小帮手他也很会说故事哎。真的？哇，我想要听丑小鸭的故事。好，没问题。Hey Zambo， 我想听丑小鸭的故事。安徒生童话，丑小鸭。一个暖暖的午后，鸭妈妈的宝宝一只一只敲破蛋壳爬出来了，全身毛茸茸的黄色小鸭鸭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但是其中有一只鸭子长得跟大家不一样。小朋友找找看，哪一只鸭宝宝和大家长得不一样呢？妹妹，你觉得哪一只长得不一样呢？我选一号，因为它的头长得比较大。好，那我来点。哈，小朋友找到了。这个小帮手好厉害，还会说故事哎。对啊，超好听的。早知道就不要叫爷爷说了啦。那不然爷爷把这个故事学起来，下次就可以讲给哥哥还有弟弟听啦。好啊，这个好哎，他们一定会很开心哦。爷爷你好棒啊！耶，谢谢，加油！耶，姐姐来来来，再试试妈妈做的 cheese 蛋糕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妈妈，我要打快一点的哦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没问题。妈妈呀，这个蛋糕怎么跟你平常做的好像不太一样啊？因为平常你们吃的是巷口面包店的啦。不是，那我今天一定要试多一点妈妈自己做的。哇，太好了，我好期待哦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。